不让查，还是不敢去查呀？怎么了？老板还是波塞冬？你觉得呢？听这口气像是波塞冬人格。什么事儿？赶紧说吧。设备我还回去了，但实验室那边回复说，在检修的时候有一台声纳坏了。坏了？现在实验室也觉得我们在搞鬼。 什么时候坏的呀？具体没说，要知情人士才了解。我去问问。啊，对了，还没小姐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邱阿明的记者？认识啊，是我朋友。怎么了？他很敬业。是挺敬业的。我哥和林花英那边怎么样了？想必优先考虑高平代替。什么时候下水啊？下周五。 莫博士的手机忘拿了，你们先忙吧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好。哎，莫良哥，安飞，我是柳兰。啊，柳博士，莫博士呢？他现在在忙，不方便接。我只是听说设备出了一些问题，我想问具体的情况。 有三台正常运转，另一台好像是中了病毒，应该是人为的。病毒？我和莫博士很难解决。叶海有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具体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不是他做的。菲菲，莫博士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延误勘探时间。他现在压力很大。 但是他不会怪你的。我如果没有什么事，那我先挂了。不，就是因为这样，那实验室还会使用高频。是的，已经在做计划了，很快就会启动。莫博士同意了吗？ 知道了，你也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回来吧。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不是。好，明白了。拜拜。 怎么了？去打个电话，抑郁成这样。我们回去吧。怎么，海豚也不管了？ 不是不管，他们说有一台中毒了。我觉得有人。你怀疑我？就你可能性最大呀。那你再把我推下去就好了。不是我推，我没有心思跟你闹，好吧，走吧。不是你回去干嘛？现在无论他们做什么，我都阻止不了。那你呢？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？用什么解决？一腔热血啊！我告诉你，林花英和柳兰一定会把你调到更废柴的部门。还不是因为你，你拦什么设备啊？拦了设备就坏了。你说不是你还有谁？再一个，为什么每一次我遇到你什么都不顺？你怎么又这么说呀？你知道我们瀚海为了阻止海洋污染，做了多少事情吗？算了，说你不懂。 我还没告诉你吧。刚刚警局桌子上放的就是这片海域的声呐使用范围。什么？那群海豚，什么 BBC 辐射，明显声呐引起的，好不好？你是说这里也使用高频？对呀，不然他们遮遮掩掩什么呀？安飞，这个是现成的一手伪海资料，与其你回去跟他们周旋，不如留在这里。 看看怎么解决问题。如果你决定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些渔民去。
我发现啊，你偶尔还挺灵光的。那是因为你瞎，眼里只有墨粮。